上尉，帝国船坞已被摧毁，而且杰克将军似乎已经将部队撤离了此地，剩余的大多数戴拉里安防御部队都被我们的舰队收编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的入侵行动了。我们刚收到研究团队的消息，他们在塔桑尼斯星球上发现了一些隐藏的武器中继装置，他们认为那是一个灵能干扰器，它的作用应该与异虫有关。上将，在异虫入侵这些移民地时，联邦制造了一些便携式仪器，名为灵能发射器，它能发送信号将异虫引诱过来。然而有谣传说他们还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发射器来干扰异虫的通讯，但明斯克皇帝一直没能找到它。看来灵能干扰器就是他一直在找的东西。上将，我向你郑重提议，我们必须尽快摧毁干扰器，如果它落入帝国之手，我们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问题。这是个明智的决定，诸位，我决定支持你的意见。但是上将，这个装置能确保我们战胜异虫，放弃这样的优势是不是太鲁莽了？中将，你难道在怀疑你所率领的舰队的能耐吗？你麾下的部队就算没有这种装置，也能摧枯拉朽地消灭异虫。听好了，中尉，我已经听够了你这个家伙的。讨论就此结束，阿莱克西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俘虏主宰，所以我们不能让明克斯控制如此重要的装置。灵能干扰器必须被摧毁，这样我们的任务才能得到保障。上尉，前往塔桑尼斯。说吧，总部。不然，中尉，既然你对这个装置的潜在危险性如此在意，我命令你去找到干扰器，然后保护好它。等清理完这片区域，我们就来摧毁它。大帅长官。上尉，我们的感应器发现各方向都出现了异虫信号，看来我们的情报很准确。上将，如果我们专注于摧毁这个区域的所有主巢，也许就可以事半功倍地消灭掉这些异虫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收到。马上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什么事，长官？命令已收到。遭到攻击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什么事，长官？
救助吗？附属建筑需要医疗救助吗？任务完成，报道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收到，报到，任务完成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，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任务完成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附属建筑完成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哪儿疼？
任务是长官。需要医疗救助吗？有命令吗，长官 ？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准备出动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报告，任务完成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马上，长官。我在工作。让我将 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长官没问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请下令，长官。是，长官。准备出动。指明目标。请下令，长官。有人呼叫我吗？什么事，长官？马上，长官！正在遭受攻击。准备出动。这个虫巢没有了主巢是无法正常运作的。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谁要救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想干点什么。想提升温度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什么事？是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请下令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是，长官。很乐意这么做。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谁要救我？准备就绪，升级完毕。什么事，长官？待命中。任务完成。任务完成。是，长官。
目的地是，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任务完成。想查到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谁要见我？需要医疗救助吗？我。明白了。准备就绪。指明目标。我想干点什么。我们得走了。出色无比。指明目标。请下令，长官。指明目标。我听着吗？指明目标。待命状。温度吗？请下令，长官，快点！请下令，长官。有人呼叫我吗？快点！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
有人呼叫我吗？请下令，长官。正在进行。炮火轰鸣。啊，没错。请下令，长官。马上办。说吧，总部。报告，马上，长官。输入坐标，系好安全带。说吧，总部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请下令，长官。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有人呼叫我吗？目的地是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有人呼叫我吗？待命中，炮火轰鸣。说吧，总部。正在运输，总部。系好安全带。需要医疗救助吗？待命中。我在听。正在运输，总部。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我在听。坐稳了，前方有气流。正在运输，总部。待命中。我在听。输入坐标，预定轨道，一切正常。需要更多补给站。指明目标，指挥官。说吧，总部。我在听。坐稳了，前方有气流。系好安全带，小伙子。需要医疗救助吗？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出色无比，我在工作，马上就来。我在听。待命中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是，长官，马上办，没问题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什么情况？有人呼叫我吗？机的位置，要在上面放置炸弹吗？主任中尉，我们是来帮你的。我们接到了 Stukov 中将本人的命令，来协助你拆除干扰器。好的，把他带走吧。上尉，我马上就回指挥舰。